滑板开箱。我们出去试一下。现在我们来操场，找块地儿练滑板。为什么来操场呢？因为操场的地是软的，摔起来心理负担比较小。我们今天只能完成一个事情，上榜。现在试一下，超软。操场的孩子太多了，好多小孩不敢滑。本来我就二把刀，再把人撞着，是不是不合适？出来找这个，你看这个柏油马路，是不是看能不能滑？灰太大了，这没玩一会儿呢，你看这板脏的，全是土。行吧，我再找一地儿啊。现在我们找了一块新地儿，这是一个半个篮球场，修在这外头了，什么都好，就有点脏。但反正今天练上板是够用的，今儿就扎这儿了。这个滑板以后最大的作用可能就是拍这个镜头，就是这样。今天就到这儿了，跑个步吧，不行了。你看这孩子的，太难了。胖明，你陪我腿。现在出售滑板啊，只玩了半个小时的滑板，要不然以后你们就得众筹掏钱给我一只胳膊。当然了，我肯定比潘梦圆，肯定潘梦圆比我先摔断胳膊，这是一定。今天就这样，拜拜。